今天呢，在做张雨生这个《我的成长》啊，我们当然这个是有据的，有一些有据可考的。我们也特别呢，谢谢《民生报》的记者王祖寿先生，他还提供了很多的宝贵资料，以利我们的作为参考。来，我们看他的童年篇。来，张雨生出生在澎湖。奇怪的是，从张雨生出生那天开始，澎湖就连续下了一个礼拜的雨。小心啊，小心啊！哎呀，这外面雨下好大啊！是啊。哎，老婆，我给你买吃的回来了。啊，今天乖不乖啊？今天还挺乖的。哎呀，爸爸呀，孩子生了这么多天了，你不是说想个名字想好了没啊？哎呦，这个脏了脏了，这想啊，我是有想，可是想不出来啊。不是，他又是啊，我们家第一个小孩子，也不能乱取这名字啊，叫什么呢？这叫什么呢？我想，哎呀，乖乖哦，突然想到了，从他是出生到现在啊，这每天都下雨。是啊，你知道这孩子出生到现在七天了，下了七天雨。倒不如啊，我们就叫他雨生。你看好不好？张雨生，这小子们姓张，张雨生，还挺好听的耶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我想的啊。好，雨生，张雨生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。后来张雨生长大之后，由于无法适应当时的教育体制，因此心里总对一些传统的规定产生排斥感。每当他拿起毛笔写老师规定大家每周必写的周记时，他心里总是想着，为什么写周记一定要用毛笔，而不能用钢笔或铅笔呢？为什么老师会趁午休的时间偷偷检查每个人的书包呢？对种种问题的不解，造成张雨生从小的志向就是当教育部长，才能改掉一切不合理的规定。张雨生呢，从小在这个军人世家里面长大的，个人呢有很多的正义感，所以当他小学三年级呢，从这个澎湖搬到丰原之后呢，他也就开始慢慢懂事了。之后他对于很多这种啊，刚刚在 OS 里面有讲到啊，以及他对于很多规定，他觉得就是说这个东西一定要改，一定要改。后来呢，他在学校呢遇到很多事情呢，他拿出他自己的正义感来，也许呢得到很多啊不一样的声音，也许老师对他有点意见。什么样的正义感？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看一看啊。就有一次呢，他们这个班上前面啊，门口刚好有个女老师走过，就刚刚里面呢班上有人吹了个口哨，但是呢没有人知道是谁吹的，刚好呢被这个男导师发现，都查查不出元凶，干脆连坐法，既然有听到这个班上有人吹口哨，跟女老师吹口哨，全班一起处罚，每一个人呢都抓来这个打屁股。所以张雨生就觉得说，这实在太不公平了，明明有人错，为什么我们无辜的还要去跟着一起受这个处罚呢？他们从澎湖就搬到了丰原，所以他在丰原是念中学。这故事到底是怎么样呢？我们拍出来了。张雨生念中学的时候，学校的师长经常对待同学有不公平的现象，因此张雨生经常替同学们打抱不平。孙老师，怎么办？训导主任到底叫我们进去干嘛？都是你啦，快写！带我进去一定被骂死。谁叫你写什么情书嘛？真是的。不要顾及什么情书啦！你看啊，现在老师知道了，我爸一定会打死我了啦。孙老师，我好怕。走了，走，我陪你去啊！不要怕，走，陪你去。妈，我会不甘心去耶。不要怕，陪你进去。报告。这封信是你们老师在你的书包里面找的，你的没错。这位女同学，我想你在放牛班里面风评早已经不是很好，你还有什么资格去谈恋爱？人家是升学班的，还要花这个时间脑筋来写这封情书给你，你是存心在学校里面搞破坏还是怎么样？你还有资格谈恋爱？主任都不知道你爸妈是怎么想的。这名字是你的？包主任，是。是你写的这封信没错？是。我说同学啊，
好不容易考进来这个升学班了，就要把书好好念。不错，文辞并茂的写得很好，你有这样的智慧脑筋，你应该往这个学业方面好好的努力才对啊，同学。啊，现在把书念好，将来考上一所好学校，大学毕业当完兵回来，找到一份好工作，你要什么好女人没有？啊，你眼光真的有一点问题，偏偏挑上了一个放牛班的同学。这位同学，您跟这封信什么关系？没有，包主任，我陪他来的。陪他来的？是。好嘛，大家都这么关心你，就不要胡思乱想，把书给我念好。哎，我想你那种烂成绩，这个学校应该毕不了业。不如这样，你如果要办转学还是休学，主任可以帮你忙。还是干脆早一点嫁人好了，不要留在这学校里面，好不好？再出这种事情的话，我这主任很难当的。好好的念，要不然很快你马上就要考大学了。拜托，将来你的升学率，如果说所有的同学呢被你的成绩因为不好所以拉下来了，我这主任很难当的。大家好做人嘛，啊。张雨生对于这次的情书事件记忆是相当深刻的，看着那位女同学低声吟泣，张雨生觉得如果大家都用这种态度去对待做错事的人，做坏事的人将会更多。的确蛮有正义感。这个我记得张雨生刚刚踏入歌坛的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那真是非常轰动，但是他怎么会跟歌唱结缘呢？我这个我们也拍了一段剧啊，这个资料来源我们刚刚也提过，是从《民生报》过来的啊。是的，我们来看一段他如何踏入这个歌坛。在读大一的那年，张雨生的妹妹不幸落水丧生，全家笼罩在一片哀戚的气氛中。张雨生也因此北上，打算重新整理自己的心情，展开全新的生活。张雨生，最近在这个木船啊有举办这个民歌大赛哦，你去报名参加玩一玩好了啦。对啦，比一下心情会比较好一点。对啊去嘛。不行啦。哎呦，可以啦，张雨生啊，你声音那么高，全世界哪有一个男生像你声音那么高？对啊，去参加木船歌唱比赛，一定得第一名啦。第一次啊，给我同学争争光嘛。对啊，拜托啦，同学是沾点光好不好？好啦。哎，你要我去我就去啊！哎，他答应了。后来张雨生在木船歌唱大赛唱进了决赛，同时也得到了优胜。张雨生始终认为，这一切都是妹妹灌注给他的勇气。好，原来是同学给他鼓励的，因为那时候心情不是很好啊。张雨生得到这个吉他、木吉他和民歌歌谣比赛的冠军，大二之后便进入了吉他社。这是他的这个跟歌唱结缘，志同道合的，哎，而且这个组成的合唱团，好像跟同学在一起，同学大学的时候常常会搞一些合唱团嘛。好像得了冠军之后，马上就有唱片公司找他了。对，那这个是他大二的时候呢，张雨生因为为了不要让家庭负担太多，所以一面打工在西餐厅，那个遇到了我的未来不是梦的这个作词作曲就翁孝良啊，那也是我们演艺界的前辈了啊。翁孝良邀请他去试音，参加了第一届全国热门音乐大赛。获得的冠军呢？张雨生那个时候他们俩组这个团体，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叫做金属小子。后来又陆续出了两张唱片，叫做《天天想你》跟《想念我》。